최소한 还有这招。社会级，社会中，付钱吗？是一楼的概念，没有，二楼的概念，对。而且好处就是公司又省了办公室的座位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就不用办公室的花费，有些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中区跟南区办公室。哦，我上次不是说我的朋友他卖药了嘛，他现在没做了。然后他也是，他是跑那个，反正就台北以外的。他每次业务也是很久才来台北开次会。他会就是他台北要有会议室，就不用他们的座位。哦，因为他们平常都不用，他们就只要有那个。对啊。我们聊到了，不认识。那他也是正式客户。现在下楼。关门中。比较少联络。好像也是跑以前跑那个台大乐器的才认识客户。真的太热，二楼到了，超热，我觉得至少是40度，对啊，这几天就是热到死。现在上楼，真的是。那不叫跌，假动作哦。跌。